西兰花变黄了还能吃吗？西兰花俗称青花菜，是常见的蔬菜之一。西兰花变黄，如果没有发生腐败变质的现象，还是可以吃的。西兰花原产于意大利，19世纪末传入中国，现在主要在浙江、云南、湖北、河北坝上、甘肃兰州等地种植。西兰花在生长过程中喜欢充足的光照，光照足时植株生长健壮，在叶片旺盛生长和花球形成期更不能缺水，要及时浇水以满足生长需要。西兰花营养丰富，含蛋白质、糖、脂肪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等元素。常吃西兰花可以促进生长，维持牙齿及骨骼正常，保护视力，提高记忆力。